Benvenuti， 欢迎大家收睇移民两分钟。今天我们会做一些发音的练习，因为移民某些发音跟其他语文是有些分别的。移民很着重五个元音 vocale， 即是 a、e、e、o、u， 配上其他的 consonante， 也就是辅音。首先我们会讲这个字母 c， ca caffè， co coppa，酷酷前啊！大家听到个音咧，好似个 K 音咁样，但系当佢配上 A 同 E 咧，就要好留意啦。C A K A 咧就系读做 K，K 有呢个字啦，又或者 Zucchero。C A K E 咧就系读做 Key，Key 有呢个字，同埋 Occhio。如果系 C A 就会读做车 ，China， 又或者以前古罗马的皇帝 Cesare。如果是 C E 咧，咁就会读做嗱呢个字你识啦 ，Ciao， 又或者 Cibo，Cello。跟住咧，我哋会复杂少少，加埋 S 呢个音 ，Scale，Scale，Scherzo，Ski，Schiavo，Sco，Sconto，Scu。scuola， 嗱呢度要留心咯。scendere， scendere， sci， scivolare。好啦，哇！而家呢个字系咪好长咧？嘅意思咧就系讲一啲讲嘢讲唔停嘅人。嗱，我哋听清楚咯。chi a chi e riccio， chi a chi e riccio。当然平时讲嘢就会快啲啦。chi a chi e riccio， chi a chi e riccio。嗱，大家要多啲练习啊！Ciao, ciao!